今天来到了广州啊，好久没来了，这都是广州的美食哦，这么多，我们先尝一尝了。这叫陈皮山竹牛肉丸，它有点糯糯的，软软的 ，QQ 的。再尝尝这个，这一拿大家就知道了，水晶包啊。大家都知道这叫什么吗？这叫虾饺。这个真的是一整颗的虾仁，一口就下去，真的很好吃哦。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叫红米肠。又感觉有点脆脆的，很好吃。下一个，这个，这叫排骨。味道好极了，哇塞！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是要必吃的菠萝包，但这个菠萝包不大啊，比较小。我今天吃的是比较低调一点，是比较小的。看里面都有什么？这个大家肯定是不知道吧，因为我也不知道。你看看它是豆腐还是肉还是什么玩意？我说你可以试一下。是豆腐，是豆腐啊，黄金豆腐。哎，这蛮适合我爷爷奶奶吃的。知道这是什么吗？我真不知道。这像葫芦啊，这像葫芦，我收了它了。还我爷爷！这有点像我们那个湖南的那个叫糖油粑粑。好吃好吃，那给我来口水，哥。这凉茶。广州的凉茶，这凉茶味怎么都是甜的呢？吃的差不多怎么办呢？也翻过甜品吧。这个，一人选一个。味道真不错。这我吃的是双皮奶，哇塞，奶味十足啊！吃的是也比较快，吃的也比较多，总体来说呢，都很不错。很多年没来到广州了，这次非常快乐，非常愉快，因为吃了一顿很好的饭。拜拜啦，谢谢。